哎哎，都过来都过来，嘿，就是我，今天要来拆低压机了。本次的工程的话，就是要拆我们的前叉，然后做瑞飞的前叉弹簧，再加上后面的突出排架，再改成我们家专属的那个模式出现。接着呢，路况要考杜亚的金色，所以这一趴我们测试就移到里面了，因为我没有备用的轮框，所以需要放个几天。那在这边留车考期的话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准备代步车给你，不过要提前预约，因为代步车数量有限，而且代步车都还蛮新的，都是主流的车款，包含金山三代啊、Fox 啊、零零啊，还有之前有电动车，不过那个不好骑，我就把它处理掉了。甚至有一些当天的话，还可以接到一些比较更新的，包含我自己的 DRG 啊，包含我的大改的 Fox 啊，还有四代，还有一代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OK。盖子在哪边呢？盖子的话就在这边，还有两颗螺丝，记得把它解掉，把盖子拿起来。因为待会我们要拼装我们的电线的话是在里面。好，接着就这样拿掉。哦，有一单手不好，哎，单手不好拿。OK， 跳起来记得捡起来，然后把它收纳好。OK， 这时候空滤它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。接着上面 X 10号记得把它解掉。哎，这样子我们就把土土拿下来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支架部分也都清空了。接着我们就是要在土土上面做一些小工作啦。OK， 一样支架的部分我们要切土。那这个地方就在这边。这就是这块耳朵，修完之后没有利落，好，然后等一下切过的地方记得再上个钉。就我切完了，接着我们就是要在上面钻个洞。那个洞的话我们有布置架，手布上去之后我们对准那个洞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左布的洞，然后上面再打一个洞，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大牌的支架。好，刚刚连续一下下的工时，我们把土土的支架给切好了，怎么样？这边还有这个耳朵也切掉了，接着是内土土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修好了。那我的习惯性的话是不留那个右侧的锁点，好，右侧本来这边会有个锁点，不过我们都切掉了，那就是这样。接着准备了0709水转印的土土，还有我们家特殊的方向灯支架加车牌灯。那只要我们家的车牌灯的好处是，我们是使用 GoWork 的，并跟它合作，然后另外有一个套罐，那这时候车牌照下去的时候才不会说它就是永远落在一小处，好，那整体上面会更漂亮一些。整体上面土土的话，基本上会是一正上来，所以尽可能的把后土的两脚往上摆，这样子也保留位置，还有把边槽开，边的那种宽开啦，因为宽上来的是招牌，比较贵。接着就是把土瓮土土盒装上去，那我们刚才也钻好洞，最近出货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帮大家把洞钻好。 OK， 那我们接着就要把109土土装上支架了。那通常建议是在台下组装啊，就是支架不要先上车，先上会不好骑，像我这样就分了中二的定，有点难搞，所以我只能靠我的毅力啊。意志力大分发，尽量东西先做好，那剩下的办操作呢就要请一下，或者是可用自行发挥一下啦。分散，好好一点。OK 了，我留一点啊，说给大家自行操作一下。大家就左起来了呀。再把它推紧，然后这边往在后面。
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每张脸都已经开始下来。接着呢，就是等待我们的烤鸡场刘老板来帮我们收件啦。然后后厨厨的部分也做好了，现在一颗螃蟹水在这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到另外一边去看一下。那这台的话，它是有改安科的精锐小方，然后搭配每个人1827的后照镜，不过现在被我拉成直角，因为要进到我们家这个门比较小一点，所以需要把它扯上来。那边。经过了几天的等待，我们的烤漆终于好了。这个是选用杜亚的韩国漆，那颜色的部分的话，有种说不出的一个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跟一般的烤漆的颜色对比是不同的。那现在我们的室内灯是黄色的，所以可能在分辨率上面会觉得有点暗色，但在白光之下它是非常的显眼。金色的轮框，哇，烧包啊！可是我们的小东西还没来。然后这个很帅气的文心改是来自于恶搞的，我们先打开来瞧一下这个感觉，是什么感觉？真香的感觉啊！好，漂亮吧？然后加上一个二字，我自己有买一组，然后我是用一只狗的那个形状，代表是我自己，对。我先靠背一下，我刚刚的录影全部都过于暗。那我要先靠北一下一些客人，他妈的，我东西放着不要给我乱动，拜托，他妈这里面都有我的资料，很麻烦。哎，我现在看到我的 ISO 是被动到，难怪觉得奇怪，怎么那么暗？OK， 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地下区原厂的主厨台架啊，造型上面的话，现在的衣裳反正有人就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去说谁是对或错啊。我个人是不喜欢那样的后半部，但是有点多余吧。这台演化是我们做的这个以原厂支架为主轴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排架，再搭配一些厂商的一个商品。那这个排架的好处的部分，第一，这边它的稳固性比较不会说折到啊，导致你的方向灯断裂，因为毕竟只要车牌下雨来讲的话，很多人是坐在比较外面，那个很容易去拨到，然后给到之类的。那再来就是这个 GoWork 的一个车牌灯。那我们的车牌灯比较特殊，我们加了两个小套管。那这个套管的话是可以延伸出一个距离，让车牌灯在打在车牌上的时候会比较漂亮一些。那我等等会开灯试一下。对，因为要马赛克有点麻烦，对我的对这个就在上面了。OK， 那不你动点风的话，现在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利落度。